都是拿到2014年的台湾诗人流浪计划的奖项，那我们就是可以挑各自去的地方，那 有兴趣的人大家也可以去关注这个奖项。那我挑的国家呢，就是萨摩亚跟万纳度。然后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国家是萨摩亚。为什么要选择萨摩亚跟万纳度？这就是几个原因啦，就是我也很难去讲说为什么，那就是那时候就是我碰到了一些生活瓶颈。就是我觉得主要就是说，你当你从学生，然后你退伍了，从学生变成一个上班人士的时候，你我觉得心情，我觉得是这种生活状态转换是非常大，而且你都已经工作了两三年了，然后周一到周五就是上班啊，然后花8小时，我真的觉得是上班这件事是很浪费生命的。我都觉得我的心目中最理想的工时应该是周休三日，所以我希望现在的立委没有办法弄周休三日这样子。然后我就是那时候真的很不想要工作，然后就是刚好拿到就比赛的时候，我就想说，虽然那还没有放榜，我就在想说我要去哪里玩，我要去哪里流浪，我就开始在想。那我那时候也在想说，我有私心有想要去一些我陌生的国度。那为什么是？虽然现在的地球上有200多个国家，再怎么说你再怎么去，应该有90%的国家你都没去过吧？大道理说大家都是陌生的。可是我所谓的陌生是说，在现在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那我们的资讯是非常容易接收的。那你接收到了非洲、欧洲还有欧洲的东西，其实说你就算没去过，你透过报道、旅游或者是观光资讯，你可能对他们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了。那我就是一定要找那种，好像很收集都收集不太到 ，YouTube 啊，或者是别部落客啊，或者是什么都很难找到。那大概只有台湾，大概只有一个很几个疯狂的那种背包客才去过。那时候就是读了一下他们的游记，我就决定要去了。那我那时候也刚好就对太平洋，我本身对太平洋对海就是有一种陌生的亲切感。那我们。太平洋这么大，其实上面的岛国非常的多。那其实萨摩亚跟万纳度是里面大概20-30个国家里面的其中一个，其中两个而已。那在这些我们感性的考量之外呢，第五个是比较理性的。当你决定好要去南太平洋岛国之后，我就开始分析说，哪些是适合我去的？一要治安好一点的，因为我是第一次当背包客。那再就是交通，我主要是想说，有经费，可是尽量不要花太多国家的钱，我就是尽量搭公车、徒步、搭便车就好。那物价也不要太高，所以这个种种因素决定之下，就选择这两个国家。我们就先看一下地图，就是介绍的简单介绍，真的很像旅游游记。我从西北方是台湾嘛，那从台湾飞下来，这边是整个流程呢，是我先到纽西兰，然后纽西兰转机到萨摩亚，大概待了22天，我在飞机当中转机5个小时，然后再飞到万纳度待了大概20天，然后之后呢，在澳洲的布里斯班转机回台湾，整个时间的话是44天。那有点累个吗？直接下一页好。好，布里斯班，然后再回台湾，整个流程是44天，就一个半月。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国度萨摩亚。好，这个是萨摩亚的地图，它主要是有两个大岛所构成的。阿皮亚是他们的首都，飞机就是飞到阿皮亚附近。然后我当时就决定要环这两个岛。那我首先就是环第一个首都的岛屿的时候，你们看到说我怎么环到中间南部下面的时候，我就直接往上冲。那是因为我在里面发生了一个悲剧的事情，等一下会用一首诗来讲这个悲剧的故事。那我在这边环了之后呢，我就决定了到另外一个岛，然后再玩另外一个岛，就是流浪主要就是这两个岛屿。它中间跟它的右边都还有很多很小型的岛屿，有些是无人岛，那有些就是他们那个当地的人所住的岛屿。OK， 好，这是我的流浪的旅机。好，那我们看一下首都阿皮亚的市场。好，这个是他们的市场，其实他们市场还蛮简单的，它就是一个我们看一下，其实很像台湾的大型的
很像大型建构的铁皮屋，然后里面就是他们摆满了他们各式各样的东西。那常见的呢，他们就是水果啊、蔬果、啊，还有旁边也有卖一些很多风情的纪念品这样子。然后他们这个前面是椰子，大概五颗十二块塔拉，十二块塔拉大概乘以11到12的话，就是台湾的货币。那我们看一下，就是他们的主食，在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像芋头。还有椰子，还有一些青菜等等，然后都是在这边可以买到。旁边这边很好玩，还有一些旁边有鲜花店等等，都在这边。而且这个它是号称24小时开放的，然后我觉得很神奇，为什么这个地方有24小时的店？后来他们是说，他们大概晚上的时候大概有1/3到2/3的店家是休息，可能就是剩那几间在那边卖东西一样。那我是因为。我没有到那个很熬夜或是冒险精神，所以我没有那个半夜3-4点过来看。有兴趣的可以看，如果晚上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进行的。好，再来就是，不好意思，投影片有点，我觉得看。这个是我、主要在萨摩亚的时候进行是用公车站。那公车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们的司机、小贩、游客啊，跟热情的人们其实都在这个公车站，他们就是在里面生活、工作，或者是接驳到里面的各个乡镇。那看到说前面他们有很多就是那个小贩，其实都很辛苦在那边扛着他们的饮料，在那个公车那边去问你说，哎，要不要买啊？通常一罐就是1塔拉，也就是11-12块钱的台币这样子。然后这边的，你看这边就是他们的公车，就是用大货车，然后去木质改建的。那他们很好玩，就是说他们其实没有玻璃，他们是一块亚克力板，雨大的时候或是有风大的时候，就把亚克力板拿起来卡住了这样子。好，然后这个公车还有一点特点，就是说他们喜欢放音乐，然后呢碰到他们熟悉的音乐，他们就会在里面唱得非常的开心。然后再来，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就是说我在一个巴哈伊 temple 之后。很幸运的跑去当地人家做客。这个是一个他们当地主要是还是以基督教跟天主教为主，然后他们在首都岛屿的中间有一个巴哈伊教堂，长这样子。然后巴哈伊教他们有几个特别，就是教全世界的宗教的信仰人数大概600万人左右，然后这边而且其中一个教堂就在萨摩亚。那萨摩亚这边的话，巴哈伊的教它。是大概只有当这个地区方圆几里的人信巴哈伊教堂，所以我觉得蛮特别，就是说那边的人是以当地的那个当地附近的教堂为那个信仰的最主要的那个宗教。那巴哈伊教的话，我查了一下，就是他们是上帝唯一，然后还有宗教同源等等的概念，有兴趣都可以去看一下。那我就是在这个巴哈伊教堂参观，那天刚好是礼拜天，我就跟他们进去听他们做礼拜，结束之后就跟他们当地人聊天，然后聊一聊，那时候已经中午嘛，然后他们就问我说要不要去他们家吃饭，然后觉得他说，这么就这样子跑去人家吃饭，而且我来这边大概才第3、第4天，就这样顺利到了别人家吃饭，我觉得自己怎么就很像真的是那个。背包客里面写的那种，就说你可以跑去跟别人一起吃饭这样子。下一页，好，这是巴哈伊教堂的内部。然后他们那个很热情的先生是欧文，他跟他的妻子在这边做礼拜，做完之后呢，就带我去。好，那他就是他开他的货车，就带我再去他家。那时候我其实，在我就跳上他的货车，其实我那时候是蛮害怕的，我想说，我就人生地不熟，其实我英文没有很好，就是跟他们国家的人聊一聊，大概我的英文程度大概只能撑大概10几分钟。到后来的话，我就有点有听没有懂。其实他们有很多问题想问我的时候，我都知道中文怎么讲，可是我英文快翻译不出来，只能画图或者指来指去这样子。然后他们都会到后来都会说，that's okay。Never mind 这样子，那所以说，其实我是非常害怕的。我在搭这个货车的时候，是一路一直拍照，就是说我想说，就是发生什么事情，我可以沿着那个照片那个跑回去巴哈伊教堂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很顺利的，就是其实他们人真的是很好，就带我到他们家，就是他们的家这样子，就很简单这样子。那他们这个货车，然后就
邀请我跟他们一起用餐，我们就看一下从桌上的菜色来看一下他们都吃一些什么东西。好，那我们可以看他们这个这是礼拜天吃的，所以会特别的丰盛。礼拜天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外地工作的人呢，都会回到他们的那个教堂做礼拜，然后呢一起家庭用餐。所以他们一家人大概十几个人，都是准备的非常的丰盛。像我们看一下，红色的盒子是他们的沙拉，然后我们就连连看，面包树果实呢是右上角，他们的主食就是面包树果实。其实味道，我是觉得淡淡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台湾有面包树嘛，但是很少人好像拿来吃。那芋头也是两大主食，一个面包树果实，另外一个就是芋头，正下方是芋头。然后他们有很多椰浆料理，因为他们那边有很多的椰子，对，所以说他们椰浆可以拿弄各种料理。像中间这个就是他包的叶子里面是包鸡肉配椰浆，其实很咸，我很意外。他们萨摩亚人真的是吃重咸。他们有一次晚上那个看到人家吃 BBQ， 他们的那个香肠竟然可以把它染成像黑色一样，我想说这是香肠吗？我吃一口我就觉得超咸的这样子。那还有他们人民很少吃鱼，那因为他的鱼一条是六塔拉，也大概72块台币，所以他们而言算是他们当地人是蛮贵的。那个鱼是蛮大的，可是他是很晚还才上菜，所以我还没有来不及拍照。他上菜的时候大家一起吃那条鱼这样子。然后还有咸咸的鸡汤，对，都是味道都很重，就只有沙拉、面包、树果实跟芋头味道是清淡的，其他都是很咸的。好，就是那个萨摩亚的礼拜天，我就跟他们合照这样子。啊，他们有蛮多他们的那个孩子们，有一些大概就是青春期的孩子们嘛，他们就很害羞，不想出来照相，说 no 这样子。好，再来。大概主要就要讲那个刚刚我发生说我到底发生什么悲剧，然后让我那个连夜，就是晚上隔天早晨，我就直接从那个地方冲回去阿皮亚首都，就是大概在这个海边的地方。我们看一下这个建筑呢，是他们那个萨摩亚人传统建筑，叫 Beach Bodies。他们很简单，就是几根木柱，然后再用一些他们的那个植物啊、树木啊，去建成了一个像是凉亭的东西。因为他们那边其实很热嘛，可是海风也很大，他们主要就是那个海风啊去乘凉，所以说他们都这种东西上面有墙壁，然后这个东西是他们早期人住的，现在也有少数的人住，那他也有现在也有开放给游客去住，那只要付一点钱就可以在那边过夜，那这个是最基本的嘛。那我过夜的时候是找那个比较没有这么的恐怖的，就是说更进一步的 Beach Fodies 是改良过后，就是说他有那个木墙啊，有木板啊等等，我就是挑这种 beach valley 的地方过夜。那一个晚上呢，差不多是50元塔拉，对，所以大概是600-700块钱。那这边就是给你的东西都很简单，这间里面有一个床垫、一个枕头、一个薄被、一纸蚊帐，然后我一个人，然后就这个晚上。那巴黎发生什么悲剧呢？我们就用一首诗来看一下这个悲剧是怎么造成。大家可以看一下讲义。OK， 谢谢。剩下海可以相信。下午4点，只剩下海可以相信。不去思考钱被偷的事情。刚离开计程车，司机拉开钱箱。哦，没零钱找。我付了20塔拉，为了十几分钟的路程。把自己丢在繁荣的树林，置身险境之中。期末考前电动玩在熬夜，置身于险境之中。向亲人说出相异的政治，置身险境之中。鸟飞入城市筑巢孵蛋，陪我置身于险境之中。把东西拿起来又默默放下，为什么那时候我会把东西偷走？我在前往海边的前途之中，莫名想起那次童年的险境。路越来越远，树越来越深。经过一户没人在你的家，犬吠总会热情迎接。隐约听见海，是我熟悉非常深蓝色的时候。总算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的政治，我的恶意，我偷过的一切。这里没有人会伤害我，以及我深爱的人。置身于险境之中，
我稍稍感到放心了，想哭。那这一天的话呢，我就大概下午3点多的时候，我就到那个 beach bar 里，刚刚那张照片那边就已经先就是 check in， 然后他东西都给我了，然后我就那个我那时候就是先说去附近看看有什么东西，我就当然带了自己的大钱包，然后护照，我就离开了那间。那这其实那间它没有门可以锁，它就是很简，就是门，可是它不能锁，然后我就离开了。所以当我就是在下午4点的时候，我就胡绕完一圈回去的时候，就发现哎。我的小钱包的钱不见了，大概遗失500还是600塔拉，对他们而言是非常巨大的金额，也就是等于台币6000块钱，对台湾来说也是蛮大的金额。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就是，然后那时候就想说下午，那时候刚好下午4点，然后就是这样子的话，我就在，难道我就要一个人在 Beach Bodies 里面那个就是烦恼这些事情吗？然后重点是他们。人就是他们的那个服务我的那些人也走了，所以我觉得根本钱是他们偷的。所以那时候下午4点的时候，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然后左边跟右边不远处各有一间很豪华的那个度假村，然后觉得自己很孤苦伶仃在那边。可是我又觉得不能这么自怨自艾，我就决定去看海了。就是它附近有一个海边景点，我就那个搭计程车，然后就是。然后就很衰，我也不知道他是真的没有钱可以找我怎样，就是我就付了20塔拉乘以12，就240，就为了这十几分钟的路程，那就这样子。那时候就觉得不知道哎，有不知道算不算害怕，当然是有害怕，因为那个晚上我完全睡不好，就是一点声响我就醒来，然后隔天5点多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就直接那个款款后我就离开了，就是我也不知道那边那个服务人员什么时候来，可是我也很害怕跟他们讲这件事情会怎样，而且重点是那还是我的小钱包，我大钱包，万一他们来的时候又想对我怎样的话，我觉得我可能负担不起，所以我就早上大概5点半我就冲回去那个就去拦他们的晨间公车就走了。那过程中也有碰到很多人，可是我就觉得就。也不敢讲吧，或者是说他们早上的人民都非常的善良，就路边遇到的就跟我讲，哎、欸，公车在那边搭啊什么的，然后我也不想跟他们说，哎、欸，我钱被偷了，就是 哦，我想要回阿皮亚，就这样。然后这是我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萨摩亚的第一个 的故事。那我知道大家长途旅程飞机可能会有点累，所以呢，我们先休，我先那个停一下，我们先到那个。香港，换玉文分享他的香港的旅程。那我是就是很开心可以跟他们两位一起，就是分别去完成就是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旅行。那很多人会说，为什么要选择去香港？那一方面是因为就是会觉得很多人会觉得太近了，就是不像旅行。但是在台湾里面，觉得也会有一些人会觉得花莲或台东很远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好像旅行的近或远不是用距离来算的，那有时候是回来之后它带给你怎么样的心灵上面的想象或者是影响这样子。那我选择到香港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在花莲念书，是念东华大学，那我有做香港文学的研究，那趁着这个旅行的机会去香港去认识那里的人文的风景。好，那我是选择到香港。好，下一页。那就是彭宏老师有本诗集叫做在旅行中回忆上一次旅行。那他说1991年是完全无事的一年，那整整一年都在欧洲还有大陆旅行。那旅行结束的时候心灵才开始漂泊，诗实在是迷航的时候自己树立的路标。那我还蛮喜欢这段话，所以当作一个开头。好，那就是我在香港旅行的时候，我会想回来，因为要写诗，那我会想几个切入的点。那我也想写食物的诗，那我就想起香港有位诗人叫野诗，那他就写这个，他有谈他自己写食物诗的这个经验。他说他写食物诗是因为他觉得人不可能对食物没有这个感情或记忆，那这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题材，可以带出深入浅出的人际关系，还有食物本身它是很有具体的形象，它有颜色、声音、气味，然后可以感觉、可以触摸这样子。好，那这是野诗的话，那这是香港诗人野诗的照片。好，那这现在放的照片是我想写但我还没写的这样子。那就是盐田子的茶楼，盐田子是一个香港的小岛，它香港的地方叫西贡，那大家有机会可以去那里旅行，因为从西贡那个码头可以到很多香港的小岛去，
那不会像台湾要搭船去兰屿或是绿岛那么远，而且他们的船都不会说让你会很晕这样子，还算蛮稳的，还不错，所以可以去西贡去走一走。那西贡是一个不是盐田子是西贡的小岛嘛？那好，那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岛上有一个村落是客家人住的，那他们在这里住很久，然后他们有卖这个茶果，茶果就是用糯米粉去做的食物，那里面有包红豆啊，或是一些像什么菜豆啊之类的一些食物，那我觉得很好吃，而且颜色很漂亮这样子。好，那这是我买的茶果，那这个是鸡屎藤糕，就是它看起来黑黑的，然后就不是很好吃，可是其实还甜甜，味道还不错这样子。那香港很多小岛都有卖这个鸡屎藤糕，台湾好像也有鸡屎藤做的食物这样子。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在一个香港的一个捷运站，好像是黄大仙吧。那这个出口好像有一个阿姨在卖这个龙须糖，那我也觉得蛮有趣。她说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卖这个龙须糖。那其实香港是一个殖民的被殖民过的城市，那但是龙须糖其实是中国文化里面的中国的一项食物嘛。那我觉得这个中西并置的感觉，我觉得也很新鲜这样子。好，那下一个是石峡尾的南山商场小吃摊，就是那是我在香港最喜欢去吃东西的地方。那因为这东西的这个地方的东西很便宜这样子，那而且也很好吃。那这是一个公共的屋村，就是石峡尾这个地方以前1950年代的时候发生过大火，那所以香港政府开始在这里盖这个公共屋村，让那些难民居住。那这个地方其实很神奇，它就是几栋大楼，那围在一起，然后中间就有一些卖东西的地方，然后有裁缝师啊，然后也有简单的一些医疗的地方，就什么像这个痛症专科针灸贴台，就可以就是简单，就是很像我们台湾的中医这样子。对。啊，那这个是晚上的时候有几摊这小吃蛋很好吃，有一摊是卖鸡蛋仔，大家有知道鸡蛋仔就是一颗一颗，不是一颗一颗，然后做的像松饼那样的感觉这样。那家因为老板就是看起来就是那因为有人拍照他就不能拍，然后所以就没有拍。那这个是有一个阿姨，她是在卖这个，大家觉得这是什么东西？不是鸡脚，这个是鱿鱼。那他其实可以用港币1块钱去买，他就串两个小块鱿鱼给你吃这样。那这阿姨人很亲切，那她是接她先生的生意，是从广东嫁到香港这样子。那她是广东还是好像不是广东，她说她本来是会讲我们讲国语，就是他们那里讲的普通话，但是到香港住了很久，她说她已经慢慢不会讲那个普通话这样，她都讲这个广东话粤语这样子。好，这个阿姨我觉得应该为她写首诗，但是还没有这样子。好，所以我回到台湾之后，因为在旅行中，其实我们三个都有相同的感觉。在旅行中，因为我们的行程很紧凑，所以没有办法当场就写出很多作品。那回到台湾之后，我把这个想法，在生活上应用。我反而是回到台湾12月多，那隔一个月，1月23号就是跟朋友去屏东的林边吃饭，那我就把这个对食物的想象写成一首诗这样子。那食虾就是吃虾子的意思，因为在香港话就是食就是吃而已，所以我就有点把它放在这里面。好，那我先念这首诗，大家在讲义里面有这首诗。好，寒风中主人的热情滚煮虾身熟红，胡椒沙茶酸辣盐焗柠檬，那么多的味道，你想象自己讨厌哪一种，将喜爱哪一种？虾臂不时刺碰我啄鱼剥壳的手，冷天咸熟地剥开树的绿意。无家者的衣，这不是我们夹起的话题。来，你远道而来，多吃一点。半夜2点起床的鱼贩生活，从越南远嫁台湾的生活，不是冷天中未熟识的我们夹起的话题。阿嬷说着说着，哪一位新孙子挑嘴，哪一位食量最大，我们听得津津有味。生活的味道那么多，你尝过几种？来，你想加点哪一道料理？桌上的虾壳逐渐堆高，讲话呼着雾气，想问吸吮着指头的你，想象出的厌恶和美好是否如昔？寒天中，谁把我们轻轻吊起，一同闷在相遇的锅里？那这首诗是写跟一家人去吃饭，但其实大家不是很熟。那
我觉得可是在那个不熟当中，因为彼此吃饭，然后彼此对待客人的感觉很热情，所以慢慢有就是有一种很温馨的情谊的感觉，就是大家会想说，哎，那么多的味道，你到底自己喜欢最喜欢哪一种？是不是跟你当初想象一样？那其实我觉得跟人生很多事情一样，你有时候觉得不是很喜欢的东西，其实你做了之后会发现还蛮喜欢的这样子。那这大概是首诗的概念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塔门，是也是香港的小岛啊、哦，这次我有写成诗的这样子。那它其实是在，它是在西贡可以做。其实香港有两个地方可以到很多小岛，一个就是西贡，一个是中环嘛，就是他们有码头可以搭船去。那西贡是不是塔门是在西贡这个地方？就是它其实是在吐露港很北边的一个地方嘛。塔门，好，那这个小岛其实还蛮奇特，它就是岛上很多牛这样子。那听说就是在牛在那里住了很久这样。那塔门其实以前是很多渔村，是渔业为生。那很多人在抓鲍鱼这样子，那可是鲍鱼已经被大家抓完，所以最近大家抓海胆，所以大家去塔门旅游，很多人在吃那个海胆炒饭，就海胆炒饭这样子。那塔门上面因为以前是渔业，所以他们有一个妈祖庙、天后庙，还有300多年的历史。那它那个庙上面的屋檐上面雕饰，就是很有这个古迹的价值，是香港一级古迹这样子。那但是因为我带的相机不是很好，所以拍的不是很清楚这样子。那我就用这些题材素材，然后来写一首诗。那这首诗是片段片段的。好，那我先念这首诗。那么多黄牛，那么多爱情，因为那里有很多情侣会去玩，去在那里过夜，或者是搭帐篷在那里露营，然后就看海，一整天就看海，或是拍照这样，其实还蛮惬意的。好，那么多黄牛，那么多爱情，牛粪的道理，木娘知道。啊，下一页，得罪了谁？啊，眼上的猪八戒是哪只牛所变？想骗回可以三两城市的铁扇，或是甜蜜的昵称，就是这个，就是我说这很有这个保存特色这个陶瓷的雕饰。那这有个猪八戒，不是很清楚。因为我看了很久，只认识这个猪八戒，所以我就想象，塔门很多牛嘛，那孙悟空《西游记》里面故事，牛魔王把就变成猪八戒，然后把这从孙悟空手上骗回这个铁扇这样子，就是想象这个故事这样。好，下一个是海的胆子好大，日日上演炒饭的戏码。蓝衣海以蓝色的手不断搭帐篷。阳光下的嫩草，黑暗中的野餐。好，飞翔在大鹏湾的风筝也渴望降落于星星的草原。那些地方有个地方叫大鹏湾，很多人在放风筝。陶瓷一样的守候，刀一样的阳光。鞋子脱了，脚架还在。跪求躺平的斜坡碎了，露珠还在。好，那就是隐藏版的诗这样子，就是大家讲义没有看。好，那接下来我要讲另一首诗是半小时。那半小时是回台湾之后，在这个淡水有间书店叫有何不可。那我在有何不可，就是因为香港很，我在香港旅行有很多遇到年轻人朋友都跟我说，他们很羡慕台湾有很多空间，因为香港其实很多地方都很狭小。那其实咖啡店没有像台湾那么多，然后可以一个人安静在那里想东西的空间也没有那么多。那我就在有何不可写一首诗叫半小时，然后给香港的这个年轻的朋友这样子。半小时，给我们半小时，记得河岸有人撑伞慢慢走过，给雨滴半小时，洗刷屋顶的尘埃，记忆自由落下的速度，给猫半小时，动弄虎尾蓝的花纹，雨滴知道伞下有人拥抱，猫知道猫尾一样美丽，我们知道半小时热咖啡可以转凉，城门河可以流入淡水。因为我认识的那个跟我讲那个很羡慕台湾有很多咖啡店的朋友是住在沙田，所以我就是用城门河。城门河是沙田的一条河流这样。但其实写完之后我自己有点困惑的一点是，其实城门河跟淡水河都被污染过，那流进去淡水河那不是污染加污染？好，没事，不要理我。因为东华大学有一个老师叫吴明义老师，他很强调生态的保护这样子。好，那这是城门这个半小时这首诗，那这首诗其实有一点政治的意涵，就是用自由啊、伞啊这些意象来写这首诗。因为香港这种雨伞革命嘛，或者写其实雨滴也很渴望落下来
那种自由落下的速度的感觉，那来送给香港的朋友。好，那这个是因为刚刚讲到政治嘛，那接下来我下一首诗也是有关有一点政治的这样。那就是在香港很多的地方或空间上面，他们都有一些小小的标语，就是代表他们另外一种主流官员之外的人民的一些对于政治的渴望或想象这样子。那旺角一间书店序言书店，它的电梯就是有点可怕，就是你搭的时候它就抖得很厉害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抖得很厉害这种感觉，好像是一种隐喻这样子，好像在某些摇晃当中会有一些真实的事情出现这样。那它的电梯又贴很多标语，就是我要争补选，不要有筛选，对，然后或者是一些标语这样。我好像还有，对，人散心不死，四季风云再起之类的话，其实不只是我拒绝赤化香港。那其实在南丫岛是我在中环大船去的一个小岛，它有一个被撕掉的我要争补选这样子，看起来很斑驳。那这是香港有一本杂志叫《自华》，那他们这个编辑室，然后我有去参观，不是参观，就是自己，因为他欢迎大家去里面，我就去买书这样子，买杂或写杂志，那淘买到很多宝贝这样子。好，那就是他们有个白板上面就写了一些敏感词啊，否决自由广场、亲吻大地、民主抵御这样子。好，那这个是弥敦道上面的公车站的台柱，也有这个一些标语，什么欺骗者无人权什么。因为弥敦道其实是香港一条很重要的道路，它从南贯穿到北嘛，从那个南边的那叫什么尖沙咀，对，到北边的这个深水埗。那其实南边是很富有，一直往北边就越来越贫穷这样子。那也有很多香港的诗人或者是散文家、小说家写这条路，就是从南到北走了一次这样子，其实不会很难。不过我在香港瘦了7公斤。所以我现在又胖回新东西了。好，那这个是这个，好，那这个是东涌往大澳，东涌是在是大屿山上面的一条一个路这样子，东涌到大澳，那我就用走去，因为他们在盖一个桥叫港珠澳大桥，它就是贯穿这个珠海、香港还有这个澳大澳，对，这个地方港珠澳那个澳门，对对对。那其实这个大桥扩建其实影响很多，因为之前也有这个媒体的报道，有很多公文在那里施工的时候，他们就坠海而死。那其实也不是很多人去关注。然后再另外，万一是台湾西部，其实之前有炒过是中华白海豚的事件。其实港珠澳大桥附近，它盖附近也是中华白海豚最常出没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应该写诗给中华白海豚，但是还没写，不要怪我这样子，快要写，快要写。好，那这个是村中长幼承受机场日夜噪音什么的，这也是在东涌往大澳的路上看到的标语这样子。好，那我在香港其实也遇到了香港区议会的选举这样子，那他们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有刚好有香港的朋友也是参与这个选举，就是他们是去监督有没有人推养老院的老人家去做票这样子，那就是跟在他们旁边看这场选举这样子。好，那我来念。好，这消失中的摇钱微分是，其实香港跟台湾一样，都有很多的地方正在消失当中。那摇钱微分是香港一个很早的村落，它从宋朝南宋就有人住在这里。那为什么叫微村？因为以前还没有填海的时候，有很多海盗，那所以他们要围筑城墙，然后来把这个抵御海盗这样，所以是摇钱微村。那这地方已经好像居民都被强迫搬走这样，几个月前这样，两三个月前才被强迫都搬走，那要盖大楼这样子。那这是里面有一座天后宫，是妈祖庙。好，那其实这个地方有很多老人家在剪头发，然后剪一次才台币80块，你想象是这样子。那其实是很多老人家会带小朋友、带孙子去剪，你看他是带孙子去剪头发，然后自己在看报纸，很温馨这样子。那这是我刚刚讲弥敦道最北部的深水埗，那它其实有条步街，还蛮可爱的一条街这样，就是它一个市集，就是很多树，然后底下有搭帐篷，就搭棚子，那里面就是有在卖这个各式各样的花布这样子，那这也快要被拆迁这样子。好，那所以我这首诗叫做《还有什么可以送给你》。好，这首诗讲义里面的这样，送你柠檬披的下午3点。杰迪芒果乳酪塔的下午5点，送你一间逢时书店、中梦蝶书报摊，送你会玩字花的双喜望景，会操作时光机的阿吉屋顶，没有别的爱。
送你一座港珠澳大桥、淡江大桥，送你一场上映十年的艺术电影，三千字被盗嵌文，送你一把火烧牙前为孙的活力士多、福州秀才，没有别的爱。送你一场虚声四起的足球赛，一场不出席的双打网球赛，送你一间铜锣湾书店，一群报道者，送你一束白梅和一碗鱼蛋，送你一束太阳花和两百海里的呐喊，没有别的爱。那这首诗其实是借一个香港，在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上班的一个女生叫李美婷，她是岭南大学毕业，那她写过一篇文章叫《还有什么可以送给你》，她就是在毕业典礼上面反对这个梁振英行政长官委任这岭南大学校董会的成员到校去当校董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在香港很特别，是有遇到很多就是对香港很有认同感的这个年轻人这样子。那柠檬批的下午三点是。中文大学的这个隐藏版的美食就是柠檬蛋糕，那它做得很像冰淇淋，甜甜冰冰的，但是也有很多人不喜欢。但是我已经去两次都排就，不是，它是三点开始卖，然后我每次三点半四点去都说没有这样子，所以我就决定这一段我要写，就是我最喜欢的事情，然后送给你这样子，送你柠檬皮，然后结冰芒果乳酪塔是在。花莲吉安的一间蛋糕店，非常非常好吃，大家一定要去吃一下，而且很便宜，才80块，草莓跟芒果都那么大颗，好几颗这样子，很好吃。那红石书店是中大的一个书店，就是一群年轻人在那里，一个月6000块港币，跟学校承租一个空间，然后办一个书店这样子。那字画就刚那本杂志的编辑部，有养两只猫咪，叫双喜跟望见。那时光机是花莲有间书店叫做1939时光书店，那里面养了两只猫咪叫阿吉跟乌鱼，我就把我最心爱的东西都送给你。但是第二个是别人送给我的东西，但是我不一定喜欢，我不一定想要这样子。那上映十年的艺术电影是有一个香港电影叫十年嘛，那它就是之前有得过大奖，那就被很多其他人批评说其实它没有艺术价值，因为这十年的电影就是讽刺香港的一些政治，未来十年的一些政治状况这样子。好，那最后一个就是我觉得送你某样东西可能是我真的很真爱，就是我除了这些东西我没有别的所爱，因为我没有别的可以爱的东西，所以我决定好好爱这个地方这样子。所以像一束白梅就是这个李美婷当天在这个毕业典礼上面送那个这个岭南大学一束白梅，就哀悼自由的精神已经死亡。那鱼蛋是之前香港的鱼蛋革命嘛，那两百海里的呐喊就是岛不是礁这样子，这是两百海里的呐喊。那一群报道者是就是台湾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媒体叫报道者，那就是一群独立的记者在那里做一些很深入的采访，所以我这首诗是港台对照，然后写出来。那每一段的没有别的爱，都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意思这样子。我不知道有没有做得很好。好，那这个是下一首诗，我是要写一个澳门，去澳门，因为我去香港又顺便去澳门，那我可以继续，因为我就是打这样子。好，那这个就是澳门。好，这是澳门有一个地方叫白鸽草公园。那因为我去澳门的时候是住在一个民宿里面，那是一个葡萄牙的妈妈大妈，不知道，就是五十几岁的妇人这样。那其实我英文很烂，然后我在笑说你都不常讲英文吗？以我的程度，大概神少可以十几分钟，我大概可以30秒。我说 ，My English is very poor 这样。对，但是他是跟我比的话，假如就说，哎，有一个公园是以一个诗人为主的，我就说，哎，怎么可能有澳门有一个公园就是用来纪念一个诗人？那就是白鸽草公园，纪念一位诗人叫贾梅士，他是葡萄牙诗人这样子。好，那在那个葡萄牙诗人，他这个公园有一个传说，就是这里有个石洞，那个石洞有个这个贾梅士的雕像，那传说是这个伟大的葡萄牙诗人贾梅士是在石洞里面写诗的这样子。但是这个石洞前面就有很多大妈在这里做这个早操这样子，那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好，那这就是那个石洞。好，那贾梅士这个诗人其实是很传奇的一个诗人，因为他就是被媲美为葡萄牙的这个就是荷马史诗集的这个诗人，就是他写了一个很伟大的诗叫《葡国魂》。那这《葡国魂》的内容就是赞扬这个葡萄牙的光荣的历史，还有这个葡萄牙冒险家、航海家去东方去航海、去东方到东方殖民的一个经验这样子。那这个葡萄牙诗人传说有到澳门，但是有没有到不知道。就还有一个传说是他在
澳门有跟一位中国的女子谈恋爱。那这个贾梅是后来要离开澳门的时候，带这个中国的女孩去印度，但是海上遇到船难这样子。那但是在贾梅氏的诗集《瀑布魂》里面也有一场船难。那这个船难是，就是，哎，我讲错了，他没有遇到船难，是《瀑布魂》最后一章，是这个贾梅氏他写一个航海家到这个东方殖民冒险完回来的时候，他说爱神维纳斯在这个海上，就是变出一座岛叫爱情岛，那就是补偿这个这些士兵到远方征战的辛劳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其实贾梅氏的现实生活也有一座爱情岛，假设他真的有在澳门谈过恋爱的话这样子，那其实这个爱情岛是会让他发生海难的这样子。好，那就是这群大妈就是在这个前面做操这样，然后他们帮我拍照，他们讨论了很久，然后就说不是这怎么按，然后先按了一次就是把它糊掉，然后另外大妈就过来说不是你要按久一点，我猜他们这样讲的，然后他就说第二张还是糊掉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也很可爱，就是而且他们就是叫后面那个贾梅就说哎、欸、你要拍那个公仔，要跟公仔拍，然后说是后面那个公仔，他们说这是私人贾梅是这样子，不像我这样那么给白，就是私人贾梅，这是公仔，对，所以我就写一首诗，就是于白鸽草公园访贾梅是这样子。好，那开始念这首诗。一艘艘船只航进你半瞎的眼睛，从石洞出来的人都目睹了为靠近爱情岛而注定发生的海难。现代马达声逼近公园，我试图打捞沉船上满载香料的语言，分不清是海鸥或是白鸽盘旋，分不清是里斯本的夜车或是东方女子的灿笑。蝉声紧攀假菩提树，树叶是心形的，几位老妇在树洞前弯腰拉筋，他们唤你公仔，微笑为我们合照，守着模糊了时间与人的影像，带来更柔软的早晨。好，那这首诗是十四行诗，因为贾梅氏也写了很多十四行诗这样，不过我十四行诗没有押韵这样子。那半瞎眼睛是因为贾梅氏除了是一位作家，就他也是一位军人，他有到这个非洲去作战，然后瞎了一只眼睛这样子，就是半瞎的眼睛。好，那贾菩提树是这个百鸽草公园上面的这个很许多的这个树种这样子，那它的树叶是星星，我觉得有某一种爱情的隐喻。那会写里斯本是因为贾梅氏他出生在里斯本，葡萄牙里斯本这个地方。那我其实想象就是我在百鸽巢公园，我想象一艘船逼近这个公园，是现代的马达，而不是贾梅氏那个时代的比较不那么现代的马达船只这样子。我可能就搭这现代马达船只来这个公园找他这样子。那分不清是海鸥或白鸽船盘旋，因为我觉得贾梅氏在海上航行，他遇到最多的鸟类是海鸥或是白鸽。那时候白鸽巢公园叫白鸽，是因为白鸽巢这个地方曾经被一个贵族就是住在那里，那这个贵族很喜欢白鸽，所以这个地方叫白鸽巢公园。好，所以我试图营造一个中西还有现代跟古代并置的一个场景这样子。好，那最后一首诗是我写给一位香港作家郭良和的诗。那我写给他是因为我到香港的地方叫大埔区嘛，那他是香港大学的教育大学的教授。那我去找他是因为他曾经就是有帮助过我，就是在论文上面的一些提点这样子。那我觉得我要写诗一个人，可是我很怕会变成一种歌功颂德的一首诗，会人家会觉得说你又在谄媚一个人。但是我就想起就是也是其实有个论述，就是他有写这个颂诗，就是也是关于颂诗，他其实是讲说。他觉得其实写一首颂诗，因为古代诗经就有风雅颂嘛，就是中国版的颂诗。那西方可能就是平德跟赫拉斯，他举这个两位，一个是希腊，一个是罗马诗人。平德是希腊诗人，就是我们讲平达尔。那赫拉斯就是罗马诗人。那平德颂诗是比较华丽的修辞，但是赫拉斯是比较节奏变化比较少，但是是往内心去沉思反省的。那他觉得可以在这当中做一个调和。他也是觉得最重要，他要写颂诗最重要是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对很容易对人家冷嘲热讽的一个时代，那吹捧别人或什么的。但是他觉得他可以尽量做到一个以一首诗来表达他对一件事情肯定或是赞颂，但是又不过于过分的就是谄媚，然后讲出他自己的内心的价值这样子。所以这是也是个想法。那我就以一个就是因为我跟郭安和老师去吃饭嘛，那他就请我喝这个咸柠檬七喜，那我就决定以这个，这是王安和老师，
那我跟他去就是大埔这个地方，然后他带我去一个地方叫大美渡。那这个地方有叫船湾堤，那船湾堤其实是一个香港的一个水算水库吧，就是它香港政府把它就是用个堤围起来，那里面就是都是淡水这样子，所以这堤的外面是海水，那里面是淡水，但是里面的淡水还是会有点咸，因为沉在最里面的泥土本身就是咸，因为曾经是海水浸泡过那么久的一个地方。那王安和老师后来带我去他的这个住家，那这个住家是他在香港大学中文大学下面有一个小村落叫大土尾村，就是一个地方，是一个下坡，往下坡很远的一个地方。那他会到那个地方住，是因为他觉得他说他在大学的时候有抽中这个宿舍，有抽中宿舍，就是他说他大学四年的时候有抽中宿舍，但是他决定跟两个艺术系的同学搬到这大土尾村。那在这一栋就是已经六七十年风雨的这个老屋中住了一年，因为他想要让自己的创作有多一点的变化这样子。那他有在一篇散文叫《屋檐跟灯》其中，他就写说他点亮台灯，那双手抵着那个粗糙的书桌，想着诗的问题，挂在房间上的画，窗前黑色的杂物架、茶几、床枕、身边的食物，通过诗的联想，好像忽然间都和我发生交感的关系。那其实然后老师在这一栋就是老屋里面住的时候啊，其实他曾经是被誉为是余派诗人，就是余光中，因为余光中曾经到中文大学去教书嘛，那就是现在很多人骂余光中，不过我还是在诗里面写余光中这三个字这样子。好，那就是他在余光中在那里教书，那胡兰和老师到这栋老屋住的时候，他有意要摆脱余光中对他的影响，所以他开始做一些所以居住环境改变，他阅读的改变，他阅读里尔克，就是一个西方圣里尔克，所以他把他自己的诗传向一种内心的哲思的一种探讨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也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他致敬，就是用一个比较里尔克的方式来写我等一下念这首诗。那这个屋外面就是现在已经没有住了，就是都是一些草还有花还有一只猫咪，不过还是有人在晒东西这样，不过已经没有人住里面，是旁边的住宅人晒的东西这样子。那王安和老师说，哇，这个花好漂亮，我也觉得有一种很安静然后很宁静的感觉。那其实王安和老师在这一栋屋，他写了一系列诗，是柚子系列的诗，就是台湾的那个文旦柚子。那他这个柚子诗，就是用一种观赏一个物体的一个观点来写诗。那例如说，他这首诗最有名的最后一段是：不过是平凡的柚子罢了，掉在枝上也会让路人忽视的。就算通体来回去观察，也仅是没有边界的一个圆形。我要在圆周外圈寻呢，还是从平面走进立体？离开那表面的视觉，我便看见原点中心最幽深的世界。所以这地我们一起回去的时候，他说他已经六七年没有回去，然后他还愿意带我回去，我还蛮感动，所以一定要写诗给他的。所以他那时候他这个地方还是很多柚子树，而且还结了柚子。好，那念这首诗叫《咸柠檬七喜》，就是咸柠檬然后加七喜汽水的一种饮料。好。沿杯缘轻轻搅拌咸柠檬七喜，绕过外围朦胧的冰滴，穿过闪烁浮生的气泡，小口啜饮记忆的中心。船湾堤的淡水为咸，珍爱的事物果真能以双手围拢捧起。时间自指缝流溢，一床老屋陪一只橘猫打哈欠。少年栽植的未来是紫花，绽放于今晚的诗行。擦肩而过的少女往下坡走去，余光中走去。野斯走去，帕斯走去，托赫士走去，里尔克走去。老屋记得他们坐在沙发上钟爱的姿势。橘猫可不理会那么多，现在他只想好好打个盹。沿杯缘轻轻搅拌咸柠檬七喜，绕过24味凉茶的围苦，穿过蒸汽火车的鸣笛，小口啜饮记忆的中心。水上人家的汗水危险，我们走了许多路，现在腿有些酸。阳光下，我们咀嚼一个词汇的台港游记，山盟，以及喝一杯咸柠檬七喜。我还喜欢它的味道，在心中有点甜，像你记得我未游历过的滋味。而捎来一封 email， 红记开铺了，中午12:00前要去到，星期一二不开。那这是因为红记是这个大埔。
市集里面一间就是很有名的鱼蛋的那个卖鱼蛋的店。那王良和老师据说一个礼拜会去吃四五次这样子。对，然后他就很喜欢，然后就叫我要去。我有次去是去下午去，然后因为我不知道中午十二前就只有开中午而已，所以就扑了空。然后他就一直很在意事情，就是提醒我说要记得去吃。那我到现在还没有去吃。对，好，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吃这个大埔那个红记鱼蛋这样子。那会写这个二十四味凉茶蒸汽火车，是因为他带我去到这个大埔市，那他就请我喝这个二十四味凉茶，那就是真的还有点苦这样子。啊，那里有这比较古老的蒸汽火车的这个博物馆，然后，哟，不是我还没有讲这个，然后就是会讲余光中也是这些诗人，是因为这些诗人都对他产生过影响。嗯，我问他的啦，不过你从他的诗里面。可以明显看出余光中也是还有里尔克对他的影响，其他两位我是没看出来的，对，所以我决定想把他对他最影响诗人、最重要的诗人都去他的那个那栋老屋里面，跟他一起坐在沙发上聊天，所以才会写这样子的句子在这里。好，那什么外围啊，然后中心啊，其实是王良和诗的辩证嘛，就是从柚子的外围，然后辩证到柚子的最中心到底是什么这样子，所以我想用他最喜欢的形式写一首诗给他。那这是咸柠檬七喜。好，那就是如果说未来还在，不是我一定要写，就是未来还要再写诗的话，我觉得我会写就是一些香港不同的交通方式，像是红色小巴，就是这是香港的，就是一部电影要开往大埔红灯，对对，一个有点奇幻的故事这样。那就是红色小巴是香港旺角一个巴士这样。那这个红色小巴，你就是下车前，它没有固定可以下车的站台，你只要觉得司机觉得这个地方可以下，你就可以下。只是下车前你要先跟司机说你要下车的地点，那司机要举手说 OK， 那这样你才可以下车这样子。而且你掏钱要掏很快，不然他会生气。所以我都不敢搭这个红色小巴，只有有香港朋友陪我去的时候我才敢搭，因为司机看起来都很凶这样子。不是他说 OK， 你可以下，可以下。好，这是红色小巴。那再来就是男生围的衡水渡，就是这个从这里渡到这里大概30秒吧，但是这里是已经快消失的香港的交通方式，就是搭船然后渡过一条河这样子。那这个老板还养一只猫，然后在船上这样子，我就下船才看到他，吓一跳。对，那是猫就跟着老板生活在一起，也很可爱。那再来就是香港电车，那就是有人说香港有传说120号电车，就是编号120号，就是他的那个。电车上面广告都是复古，都是古代的那种广，不是复古，就是很香港1940年代、1950年代的广告。然后上面这个电车的这个设备的这个氛围都是最旧，然后很有味道。然后就有一个香港朋友说，他为了就是有一次因为偶尔看到这班车，他本来没有搭这班车，还特意跳上去这样子。那我没有搭到。好，那再来就是在北角我搭了电车这样逛春阳街，就是一条很像台湾菜市场的街，因为它香港其实现在菜市场就是越来越少，他们都是盖一整栋大的，那一整栋大的就是里面有卖菜啊、卖肉啊，它不像台湾就是还有这种水电，就是在平面这样逛一逛，你可以逛到这种户外的菜市场，那现在都是室内菜市场这样子。那几间书店就是北角的生记书店，那这老板娘就养了很多猫，这样就是听说都晚上4-5点才下班这样子，因为他晚上啊这分钟啊、就是他照顾这些猫咪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北角青年书店，就是这个老阿伯，就是他曾经也是一个文艺青年这样子。那他不是曾经就是他开的这个青年书店，就附近是一个香港左派的一个住过一栋大楼，然后他就目睹了香港有一场暴动，1967年大暴动这样子，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另外就是中文大学的冯石书店，现在已经关了，因为他们租约到期这样。但我觉得很有活力，就是他们会办活动嘛，就是讨论什么张爱玲的《金锁记》之类的。那就是他们的分类方式也很特别，像是旅游类，他们是什么摘去鲜花种出大厦这样，因为它的标题都很特别，这样是香港的冯石书店。好，那就是我的就是分享先到这里到个段落，谢谢大家。这是我去那个五台山的风景啊。那我那时候是5月17号到6月28号去的。那时候非常的特别，就是6月的时候下大雪，然后我们就被困在山上2-3天。
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那我的计划名称叫寻找文书司令。缘起是这样子的，我在2014年帮那个新人出版社我朋友编了一本书嘛，叫做《创世纪的创世纪》，就是配合那个在岛屿写作的那系列，做了一本书。然后他们首映有发公关票嘛，我朋友就去了，然后他看到一本杂志上面有了那个诗人流浪计划的那个简章，然后我就想说啊，以前都很想去五台山，不如趁这次机会，因为得奖了，那比较好跟公司请假。那所以就刚好趁着缘起，就是去了，所以就是非常感谢这个文化部的这个奖，所以也就蛮认真去执行这个计划。那跟那个玉文讲的一样，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在旅程中都很赶，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工作就还蛮忙的。那5月17号去了以后，隔没几天我就要进行大潮台，然后大潮台就是五台连串啊，我就是徒步走五座山这样子。然后我同事就说你为什么那么急呢？那可是这个一件事情不做，心里就觉得很挂念，所以就很快的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其实蛮佩服古代那些大旅行家，就是像徐霞客他们都可以一边旅游一边写作，然后还有都有那么丰富的游记留下来。我只希望说，我这几年能够再慢慢整理，出这些丰富的题材，才不会觉得有点对不起这趟行程这样。然后其实我这个是以做专案的观念看啊，我那时候一开始提的计划是五台山，但想说一个地方我如果说这样会不会无聊，所以我就一路的去绕一些点齁。那其实但是这些点其实都有一些核心意义，就是说它跟宗教都有点关系。就是我在五台山后来就出去大同，然后大同出来以后就再到西安去齁，西安然后再到杭州去，然后到杭州再经过上海，上海再回到那个五台山。那这我拜访了蛮多间寺庙的，就是我在太原的时候去看了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那个文殊师利菩萨像。其实我去的时候不知道那个地方有的，然后当地人也不太清楚。那可是我找到路，然后看到那个佛像的时候，觉得说哇，原来这个我们在日本看到那些东西，其实还有一些东西在中国，只是他们可能维护的不是很好。然后到那个五台山当然就是到处都非常的漂亮，然后到那个还有到云冈石窟去，然后包括到大同的华严寺，然后到西安的那个玄奘法师的大唐新教寺，然后还有到那个杭州的灵隐寺，跟那个就是后来就再回到五台山，就做最后一次大潮台这样。然后所以整个时间是40天左右。那我想要以诗会友嘛，我们就直接那个。然后我的第一首诗就是《我的恐惧爬出来》哈，这个是我在5月17号或是18号就写的诗。然后但是因为我手机大概扣了3天就不见了，就是所以那个其实没有留下照片。这个照片是后来我在山上照的中台。那其实心境是很像的，就是那时候是非常恐惧的，然后一个人出外旅行，我不知道男生怎么样，女生多少还是有点害怕，尤其我第一次到中国去。然后所以其实非常的担心。然后其实人在独处的时候是面对自己，你把所有的头衔然后或者是你的那个所有的名牌通通都摘掉，那你要去面对自己，去面对一趟旅程，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那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的整个恐惧都爬出来了。然后但是因为我朋友说这张很土坯嘛，所以我就找了另外几张来。那这也是另一个我觉得还蛮恐惧的场景，其实它背后的意涵还蛮慈悲的啦。就是我在那个北台的那个山上的床下，寺庙的床下看到这个苹果，我就想说我怎么打扫不干净，那我来打扫一下好了。那结果后来那个执事的那个阿姨就跟我说，这是那个师父留给耗子吃的。那听起来很慈悲嘛，就想到那个苏轼的那首诗，爱鼠常留饭，莲儿不点灯。那我们结果我们在那个五台山看到这个，他们真的很身体力行去实践这个事情。那可是呢，这个到晚上就没有那么好了，因为我就是睡在那个床上面这样子，那所以底下就是老鼠，心里就其实是非常的害怕。好，那我现在就来念我的这首诗。我的恐惧爬出来，我的恐惧从我心里缓缓地爬出来。它的形状起先很不明朗，房间里所有的阴影都变成细细的触须。
他伸出手来将我包拢，就像正在捕捉一只脆弱的昆虫。那强大的能量场终于让他在黑暗中缓缓团聚成一只长发女鬼的样子。他想要从镜子，从吊挂垂晃的袖子口，从地板突然的震动，从深夜薄薄门板后的动静，以及冷气没来由的嘎嘎声里爬出来。爬出来，他站在我面前，凝望着我的眼，不说一句话。但我知道他想再爬回我心底那个最黑暗的所在。这个就是大概写作这首诗的背景。那我就接下来那个讲下一首诗。下一首诗叫做那个雨中的五台山 Runaway 青年旅社。那其实这个那时候选青旅的原因是因为五台山的住宿很贵啦，动不动就是三四百人民币。那然后那时候我想说申请政府的钱嘛，那不要多花钱，所以我的那个住宿费估得很低，大概都是在200以内这样子。那所以就是所以能住的其实就只有青年旅社。可是后来我蛮喜欢这里的，虽然说遇上他们那边的公交车就是 bus 停驶啦，所以我有时候出门一趟就要两小时，回来一趟就要两小时，那个距离台湾真的是6公里左右。那所以我那时候也减肥了不少，那现在也就是复发的情形。然后这个是我每天都会经过的小路，其实非常的漂亮，但是在他们那里也不过就是一条寻常的小路，到处都是这么漂亮这样子。那我写这首诗的心情是在说，文殊师利菩萨他有发愿啊，就是如果说你前去五台山，他就会前来迎接，只是不一定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像那个有一个民国很 初年很有名的法师叫虚云大师，不是星云法师哦，虚云大师。他经过了那个怎么讲？他为了报父母的恩情，他前去五台山朝圣，就是一路跪拜这样子。然后到五台山那边，其实就生病啊，遇到大风雪，非常的困难的情况之下，结果就有一个人像乞丐一样来照顾他，然后还给他药，就照顾他，让他病好了。然后后来好像有两次的样子。然后后来那个虚云法师就问他说：“哎，请问你的名字是什么？”然后他就说他叫文吉。然后结果后来那个到那个五台山的时候，他才想说啊，这个是不是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现？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是唐太宗的时候有一个法师叫做杜顺法师，他有个弟子，他有个弟子就是说，老师啊，我非常想去五台山这样子。那个老师就跟他讲说，你干嘛去五台山？就是那个你就是在这边读华严经，因为杜顺法师是华严经的大师，他就说你就在这边读华严经，那个文殊师利菩萨就在华严经里面。然后那个弟子就说不行啊，我还是要去五台山这样子。然后那个法师他也就不阻止他，他就是跟他给他一个寄语，他说游子慢波波，台山离土坡，文殊指这是何处觅弥陀。好，游子慢波波的意思就是说，想要去朝圣的人哈，到处去旅行呐、啊、哈，那台山离土坡，就你跑去五台山去对一个土的山坡顶礼哈，文殊指这是哦，文殊师利菩萨其实就在这里哦，这里当然就有很多隐喻，也许就是华严经啊，也许就是你身边的师父这样子，何处觅弥陀？你干嘛要跑到天边去求佛呢？那弟子还是不太能够体会，他就离开了。那杜顺法师也很好，就准驾这样子。然后但是弟子到了那个五台山的时候，遇到一个老人，老人就问他说，他就问老人说，哎、欸，我要来礼敬文殊师利菩萨。那个老人就跟他说，哎、欸，文殊师利菩萨现在好像不在这里耶，听说他在终南山，就是杜顺大师在的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弟子才恍然醒悟，他就想说，赶快赶回终南山，可是杜顺法师已经在他之前圆寂了。那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说，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我们纯粹当成一个遗憾的笑话来看，而是说这个应该是文殊师利菩萨演的一个戏啊。就是说因为弟子其实能够跟到这个名师，表示说他可能也有某种好的缘分嘛。那所以其实比起我们可能路边我们那个旁边可能是卖牛肉面的，那他的老师就是文殊师利菩萨，虽然他不认得他，
但是那个弟子已经比我们都有会更多了。那总之呢，因为舞台上有这样的传说嘛，所以我就是在那边旅行的时候遇到什么猫啊狗啊小动物的时候都非常的小心，因为那个文殊师利菩萨会以各种方式化现嘛，那我们就是跟众生很平等的心意，就是有这种心意去升起的，就是你真的觉得说哎、欸、那个、他跟你是平等的，我们就跟、他平等相待，那种感受一直就是在这趟旅程跟随着我。那在这样的心情下，我写了雨中的五台山 Runaway 青年旅社。然后这个是晴天的时候，其实那边很少下雨啦，但就是刚好那我去的那时候什么都发生了这样子。好，眼睛是看不到太阳了，而床单与衣物都还整齐的悬挂在云层下方。在竹竿的旁边，打扫的阿姨试图帮他们在雨滴掉落之前一一逃走。阵雨打在庭院， R 的字母显得更湿润了，满地流淌的像一袭边走边扬起的披风。据说包裹老板明天所有旅店里的人都像 unroll 了。一只猫咪在雨滂沱大雨中不停对着墙壁上的菩萨轻声喵叫，且让我在您的法座下躲雨好吗？手持花朵的菩萨以极微妙的笑容静默颔首。这个就是比较干的样子。那其实这个青旅的墙上都是一些就是旅客就是以供就是换宿的那个简易的画作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就继续讲我的第三首诗哈，就是静在墙安的影子里面仿青龙寺的遗址。刚刚说我就是沿着那个我觉得一些有兴趣的寺庙到处走哈。那其实这个是因为在五台山的时候，我遇到两个中国称之为驴友的人、他们驴友就是自助型的人这样子。他是西安大学的，他很推荐我前往西安去走一走，因为他说，西安事变跟延安吼，就是都是很知名的景点啦、那我那时候才发现说，西安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红色景点吼，就是跟我，因为我念中文的嘛，我就会觉得说，是大唐朝的长安这样子。然后我也蛮崇拜玄奘法师的，还有李白那些人，毕竟我们都读他的诗嘛，就是修过那些课有被当掉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有机会去一下1300年前李白跟玄奘曾经去过的曾经生活的长安，看一下说，有没有一些东西可以凭吊这样子。但是其实中国现在的话，它现代化的非常厉害啊，就是我觉得一切都被很凌乱的现代化占据，然后都是你法物与你相，然后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很真实的东西。不过这也是现代社会的通病。那包括说我离开了五台山以后，我看到蛮多他们的古迹人才其实蛮好的，包括说我们在大同的华严寺或是云冈石窟，你可以看到很多修复的东西。可是那里面真实的东西有没有不清楚。那还蛮妙的，比如说我在那个西安的那个大唐慈恩寺里面看到那个诵经的师父嘛。那后来我在又回到五台山的时候，五台山师父跟我说，那些师父是打卡上班的，就是那个其实因为他以前也做过那种师父啊，就是早上可能很早看很早就去打卡，然后下午就下班了。然后但是领的薪水不错。那在一旁他的那个老师傅就很欣慰的说，不过他现在回来五台山了，对，好好的休息。那五台山其实是个非常清苦的地方，他11月到4月都没有水，就是因为他就是水管结冰太冷了，所以其实他们只能上干厕，那是非常辛苦的环境。不过很恭喜他再回到五台山啊。那其实青龙寺吼，在唐朝的时候是佛教圣地，包括我们现在常去京都啦、奈良啊，我们都看到那些东密的佛像很漂亮，维持得很好。包括高野山啊，我们常去赏樱花的那个高野山一樱千本，那个就是空海大师的主庭。可是空海大师当时是来唐朝，他去那个青龙寺拜慧国大师为师的。那可是现在其实都就没有了，我们就是在日本看青龙寺这样子。那这首诗其实大概写的是这种感觉。然后那个我其实那时候
去到，因为 我完全不清楚那是怎么样的地方嘛，因为只是想说是青龙寺。去到那边以后，待会图会讲，然后我就觉得说，哎，看到那个场景就可能走太动，就跑就拦计程车回家。去程是很勤奋的用走路，回程就是拦计程车回旅店这样子，太失望了。好，这个待会会讲哈。近在长安的影子里面，向左是五粮液与汾酒卖店，转右则会经过杂踏积水的市集。吸引路很长，路边肮脏的水洼里只有泡沫，寻不到昨夜梦中拔剑少年的足迹。葛狗让我随他往芍药盛开的长安走去，我仿佛还听见宝剑飒飒在空中挥舞的声响。而今卖黑皮臭豆腐的小贩将竹签随意插上，我还试图向那1300多年前的时光举步，是询问旅友西去取经的少年今安在否。他们跟我推荐大唐荷花池畔合适打卡，回民街的点心十分可口。大雁塔下，升斗小民用拖把在地上写着“楚体法门正统”四个字，随即被六月的太阳蒸发。这城市阴漫着施工的烟尘，我的鞋子因此在雾中迷路。一块铁皮让我跟他都开口了。路边的老妪听不清我的台湾国语，他的手指像失误的指南针般抖动，犹豫地指进一座 OA 办公用具造成的森林。桌子是主干，椅子脚是硕大的叶子，枝颤巍巍的现代森林还在突梯地向上生长。打吃果的工人和带着孙子的妈妈浑然不觉危险，一起在树荫底下闲散的吞吐烟圈。几辆公车平列的停泊在到处有警示牌的水泥路上，在过去是一排排凌乱陈列的垃圾桶。黄焖鸡店紧挨着清蒸牛肉拉面和泡馍店，走过修车店、杂货铺和提楼店，水沟盖残留的是城市的呕吐物。触目惊心的，在特色面店的老板下脚下躺着，他很可能已经宿醉了1300年。我终于来到了没有青龙盘旋的青龙路，新鲜油漆被擦在仿古的建筑物表面，改良品种的牡丹有着唐朝未曾有过的强健。引流的自来水在池中生机潺潺的流动，在开瓶可乐的气泡声中，我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浸在长安的影子里面。这就是褚遂良题的那个房里秀，其实很漂亮，就是有点纤细脆弱艺术家的感觉。那这个就是那个那个我说的现在的青龙寺的样子，就是一座公园啊，嘿，那上面有乐游园，在这个标示中我们才知道说，哦，这就是李商隐向晚意不适的那个乐游园。这是他们的牡丹，我觉得非常的漂亮，就是可以想象为什么唐朝它是国花这样子。哦，其实青龙寺很漂亮啊，是我比较那个啰嗦哈，就是嫌它这样子。好，那因为时间不多，我来进入到最后一个墙的部分。那这个墙是南山寺的墙，我只是取它的那个景，因为南山寺的墙非常漂亮，它是用某种特别的石头雕琢而成的。包括飞鸟与冬天的雪都不曾有过意义，何况是农村的人。耆老说，从前，墙从土里生长出来时，上面就刻着各式各样的标语，长的是纹身，短的是胎记。这一切很有可能都是宿命的缘故，任何行为都不能真正影响墙的本身。谁丢请屈脸，就砸谁饭碗。抓田有痕，解难题，踏实留意，求实效。一个个字就像一只凌人的眼睛，从白天凝视进黑夜，还试图跟随进每个人的心。于是现在，人的胸口就自然地长出一堵堵墙了，干干净净的一行行字，清晰整整的一颗颗心。小伙子兴奋地谈论着一年年的保期，武警们在火车站前喝着冲锋枪，维护治安。出家师父们对我喊：“同胞啊！”他们纯净的头脑中都有着每个人每晚睡觉时都做的中国梦。到处都是越来越逼近的墙。墙让我的身体摇晃如一枚脆弱的鸡蛋，脆弱就脆弱好了，就算因此破掉也没有关系吧，至少我没有变成一面钉满字的墙。这个就是写一些
我在中国觉得不是很自由的感受，虽然我还蛮希望能够再去那里的，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是写诗的人嘛，那有时候看到他们墙上的标语会想要帮他们改善，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做起，因为意识形态差太多了，就是包括他的诗我是最受不了的，就是说就是真的很想帮他们改善啊，但是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子。嘿，那这个如果大家最近有兴趣去看一部纪录片叫《大鹏》，这个右边就是他们那个拆迁有争议的地方，他那个耿彦波把那个，那我刚那时候刚好去，的确他们的那个计程车司机就说他们来了一个很好的市长，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很舍不得他离开这样子。结果后来我回台湾就看到那个纪录片的讯息，我在想说哇，我经过那些地方就是历史的现场这样子。好，那我想要做一个结尾哈，就是说那个就是。佛诞当天的文殊法塔很有意思，它就是在厕所旁边这样子，那大白塔、小白塔，就是我这个题目叫做寻找文殊师利嘛。那文殊菩萨到底在哪里？其实我有没有遇见，我不知道。那我就用这个文殊菩萨的法塔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好了。就是有一个很穷很穷的女生，那他在那个五台山进行无遮法会，就现在显通是进行无遮法会，就是当天都可以拿免费的吃的的时候，他就过来了，他就要先打斋这样子。然后那个那个师父就看他可怜，因为那个女生带着两个小孩跟一条狗这样子，那他就想说好没关系，就先给你吃吧。那个师父就先打了三份给他，那他就说哎，我的狗还没有吃饱啊。那师父那时候已经很不耐烦，想说我已经让你先吃了，啰里吧嗦的这样子。然后那个前面都有讲，就是要去打斋的时候，通常都会要供养一些东西嘛。那个女孩子因为太穷了，所以身上没有什么东西，她就把她一绺头发就供养个师父这样。然后总之呢，她的小孩吃完以后，她说：“哎，我的狗还没吃哎。”那个师父后来就很耐心的再把那个斋饭给那个狗这样子。然后结果她的狗吃完以后，她又说：“我肚子里面也还怀着一个小孩，她也还没吃哎。”然后那个师父就发火了这样子，然后结果那个女孩子就是腾上空都不见了，就是变成一缕青烟这样子。然后那个空中就传来一个寄语的声音啊，然后那个师父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他就说慈心如大地，亦如水火风，无二无分别，究竟如虚空。其实，那个师父后来很难过，他就想说，我既然不认识文殊师利菩萨，哦，那我刺瞎自己的眼睛这样子。那后来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因为它有点像禅宗公案嘛，就是理论上来讲，我们这很像遇到奥 K 的故事啊。如果在现代，不就是遇到奥 K 嘛，你已经很好心了，就是他一直不停的要求你。但是那个这个故事在后来的解法都是说。文殊师利菩萨给了我们一个很难的开始，就是说我们对任何人其实都要平等，不管你喜不喜欢，你连喜不喜欢的这个心都要放下来。所以我想说，我到底有没有遇到文殊师利菩萨，我也不知道。那不过也许其实我们应该平等的去看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那如果说这种想法越来越多，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那个ISS 或者是那些可怕的事情发生。那这是那个佛诞日当天的文殊法塔。为什么叫法塔？头发就是后来那，对对对，就是那个他供养的那个头发，那个很穷的女孩子的头发。那听说他会变青色、金色，但我们不知道，就是你也没办法把它拿开看嘛。但是总之传说是这样子的。那后面就是那个大白塔。那我觉得这些景色也很像文殊师利菩萨显现，就是6月2号、5号的大雪，或者是。这个是五台山的一个大姐，她是台湾人哦，她在那边已经住了2年了。她常常会背着猫粮去。6月份的时候还下雪。对，就是，所以她叫清凉山。对对对，她到处背着鸡翅，她自己吃素哦，她背着鸡翅啊，或者是那个饲料去喂那些猫狗，然后就跟着她到处跑。然后她还在五台山那边捡垃圾，然后也很奇怪，在那边人的自我会变得比较少。有那个阿嬷问我是不是拾荒的，我就说OK， 就是没有关系，就是在那边，就是你做什么，你不会说我表现自己，不是，我是诗人，就我们不会这样，就是那时候也就是觉得说没有关系。然后我觉得这些很美丽的景色，也许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显现吧。
那谢谢大家聆听，这是台怀镇的那个景象。去了香港，又去了那个五台山，然后接下来我们又要再搭长途飞机到万纳度，也就是我第二个去探访的国家。好，在这边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哦，它是一个很长很多群岛的一个国家。我要去的地方呢，主要是两个大岛跟两个小岛。那上面那个圈圈是它首都维拉港镇的岛屿，下面呢是活火山岛，也就是塔纳岛。那是一个我觉得回忆非常深，那景色也非常壮观的一个地方。就是你爬到那个火山上面，你可以直接去看那个火山喷发的情形。对，好，这个第一个就是它的首都维拉港。那我在这边的行经呢，就是走大概是东边跟北边的两座小岛。那我这边的故事，就是体验比较深的呢，是北边有一个叫做 Muna Island， 在北方，就是北边最大块的这个岛这样子。那我很可惜是说没有办法环完整个岛的原因，是因为它这边的公车，还蛮司机有一点，我也不知道他们算他有很他们的率性任性的一面，他们的公车虽然公车，但是他们的接驳方式点对点的，其实就是一个像计程车的概念，可是他们都是开着九人座啊、七人座的那种小巴士在帮你载客。啊，可是呢，那些司机他又不愿意，就说：“哎，我想要还到那个很东边，就是人烟比较稀少的地方。”他又不愿意，他就说他还是要做生意，他只要在维拉港附近或者是几个大的观光景点，他在那边载客就好。所以我就只能。很可惜，然后，虽然要徒步走，可能一两天，可能就是要找地方去别人家住，可是那时候是，没有勇气到说，要冒着就是晚上不知道睡哪里的那个情况，所以我就没有环完整个岛，也许就是下次吧。好，那我们先讲第一个经验是在刚北边的万纳度的小岛，叫做 Muna Island。那在这边的话是我要到那个北边还有一个码头，它就是这样很简单，然后。你不觉得这种算是快艇吗？好像是我们的台湾或者是东南亚观光风景区的那种小船，然后我们就搭这种船到对面的叫做那个 Muna Island 的。那搭这种船的时候，还有几个就是居民啊，或者是住的在那边，或者是说一到五他们在首都维拉港去工作，然后他们到六日的时候呢，就会搭船回去跟家人团聚这样子。那也有比较少人会那样子天天搭船来回来，主要就是工作的时候在本岛，那回家的时候回去他们的那个这个小岛。那搭这个船的时候，刚开始就很兴奋。那等到大概这个船程大概是20分钟，那等到那个刚开始就是旁边也有坐一个阿伯，然后跟他聊天，然后他就当然就会问说你从哪里来啊，干嘛啊，在这边干嘛、啊，你怎么会来想要去我们这个小岛？那他很好奇。那讲到大概十几分钟的时候。就是船摇越来越晃，溅的水花就越来越高。有一次就是一溅起来就是喷到整个身体的时候呢，啊，就有人说，有这个蓝色的类似帆布就是来挡。然后从这刻起，我就觉得，我现在是待在一个很有险境之中，就是说，万一这个太大了，是不是会船会不会倒啊？然后之后没有救生衣该怎么办呢？这样子，我就觉得说我的那个。自助旅行就觉得清单中以后要加一个那个救生衣，所以那时候我是真的有点害怕。然后我觉得那个阿伯好像有发现，因为我开始不讲话之后，他一直去烦我，然后我只能yes no yeah that's right， 就是他好像就是有发现，然后一直就是猛烈跟我讲话这样子，然后蛮感谢他的。20分钟的时候，从第十几分钟起，我觉得时间过得很漫长。那一上岸之后呢，那个就看到很多小朋友就在海边玩水。那你可以看到一个小朋友，他拿的那个是宝丽龙，他们就是反正就是生活很穷困啊。然后他们平常其实海水啊，主要是玩水之后，他们也全几乎每户人都会去海边啊。那主要有人不是游泳，有人就是洗澡，对，因为他们那个这个离岛他们是没什么淡水的，他们就要靠抽井水了。可是有时候井水是。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发达，他们就是要有一个泵用力压，然后水才慢慢出来。然后他们我有去体验，就是我跟他们说他们去取水，然后说取水的地方还离自己的村庄还要走大概5分钟吧。然后去那个井的去体验的时候还蛮累的，就是我打了一桶，我第二桶就想休息了这样子。OK， 然后这是他们的那个海边的一个村庄。
好，那现在这个地方你们看到说已经是石头做的，那它以前的话都是比较传统，是木做的。那以他们去年三月有一个强烈的台风，那就是侵袭了万纳度这边的话，其实很多很多的房屋都倒塌，所以他们现在岛上啊，像这个是后来我从海边的民宿离开之后去山上走一走，就很多山上的房子都倒了，现在都在重建。那这个就是他们的房屋，这都在用石头做。那这是山上的人家。像这个的话，他们的房屋就是比较传统的，因为他们可能是比较应该是生活状况啊，经济条件比较不好，所以他们重建还是用比较传统的方式，没有钱去用石头去砌他们的新房子。反正他们也蛮乐天的、啊，就是万一怎样再盖就好了这样子。所以台风的时候，他们都是跑去那个别人家，就是比较好的、比较坚固的家庭去那边度过这个台风。好，那这就是这个山城。那这个山上很特别，就是就是很，我是觉得很朴素。虽然房子看起来好像破破旧旧，可是很有趣的是说，这个房子看出去就是大海，那风景是非常好的。然后他们的树木都还蛮特别的。那时候好像有人看到说跟我说，哎，那是什么气根树什么的这样子。好，那这边的话很特别，就是说，哎，这里没有电，这里没有灯，今天不需要。未来也不需要，欢迎你来，欢迎在一片风景回家。我就觉得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在这个岛上的时候是过着，它真的是没电，那灯的话就给你一个紧急，就是很小的一个紧急照明，所以晚上六点过后就没事，就是睡觉，然后有时候就会听到犬吠，然后就觉得说哈，怎么又就觉得非常的可怕，就是有人来偷我的钱啊，好害怕这样子。但是还好是没有发生的。好，那在这个岛上之后，他们全岛有一个就是海边刚最一开始登岸的那个村庄有一个大教堂，是他们最主要的，就几乎是那个村镇的人都在这个地方做礼拜。那我刚好到时候也刚好去碰到礼拜天，所以有跟他们一起做礼拜，然后有影片可以给大家观看。那时候后来我才发现，原来那个接待我的民宿主人是这个岛上有点什么地位的人。这样子，那我们先看一下影片。那故事呢，也就是以这个诗，也是以这个教堂的这个礼拜经验作为一个主题，我就写了这首诗。古纳岛教堂无伴奏，牧师在教堂领唱，好眼熟啊！起立，右边的男人挺着肚腩，和我分享他的圣经，厚重、精装、充满虔诚的注记。有人用精美提袋承载1000多次的翻阅，他用手指了指，唱到这里了。牧师早上是民宿主人，他煎的 pancake 很好吃。穿着花色宽松衣裳的妇女陆续进来，比水果还丰饶的母亲抱起哭得像小火山的小天使，到教堂外面哄哄，他就笑了。坐下，前面的小女孩偷窥我，右边的小男孩拿着手机穿越赛道，超车一句经文，我偷偷拍下他专注赛车的神情。一段一行又一段，这样很好，我也是一边听老天爷说话一边玩游戏长大的。影片看到这边就可以了。那在这边的话，有集中体验，就是说，
宗就是他们六日有些宗教是礼拜五晚上，有些就是六或日，那主要还是日为主，有人就是基督教啊、天主教啊都有。那在主要就是在本岛或者是说环境比较好的地方，他们的宗教做礼拜的时候都是有伴奏的，甚至有点像是啊不会讲卡拉 OK 式的嘛，就是说有伴奏。那像这种我到这边，我就是原本我进去之前想象也是这样子，因为我在其他地方体验都是有乐团啊，还有领唱者，就是我会觉得有点像那种歌手，是宗教歌手那一类。然后到这边的时候，他们开始唱的时候，我说哇，是就像这样子，是个没有任何音乐，纯粹是他们的声音的，所以我就感觉特别震撼。然后就以这一个，本来是想要写跟宗教有关、跟他们宗教有关的诗，然后决定以这个体验作为出发写的这首诗。好。这是诗文刚刚要配着看、哦、那接下来第二个体验呢，是我到了那个塔纳岛，也就是他们的非常著名的活火山岛。大家刚刚前面有地图啊，有注意到吗？那个就是上面那个圈圈是维拉港的岛，然后下面呢就是活火山岛塔纳。他们之间你看哦，他们之间刚刚看那个地图，他们之间其实距离搭飞机也要40到50分钟，并没有说哎什么台湾或者是绿岛这么近这样的。那他们这一个岛其实大概是台湾的1/4大小这样子。那机场呢在机场在西岸，然后活火山亚速尔岛在东岸。那我再讲一下这边的体验，那就是搭这种ETR-72 的飞机，这是复兴航空也有的机型。我在去爬，就是说我在就是搭这个飞机之前啊，我就跟就是看一下旅游书籍或是别人的经验，他们说他们搭的都是什么20人座小飞机，那时候我就觉得20人座感觉好可怕。然后我到的时候就说他们观光的人潮已经越来越多了，有各国的人会去这个，就是为了看这个火山岛，所以说他们已经都已经换了这种比较好的飞机去飞，所以说看到的时候想说还就是那种担心的感觉又散过去，所以我觉得说，就是我觉得这一次旅行，就是除了就算你钱被偷了，也好像也没怎样，就是感觉一路是非常的顺的。那我搭这个飞机之前，也有就是碰到了两个美国人啊，他们就前几天他们想要搭，也是搭飞机看火山，或者到其他的有一个叫圣灵岛，也是观光大岛。他们说他们出发的前一天接到航空公司的电话，说他们的航班被取消了。那时候我很紧张，说可是我2天还是3天后要搭。搭这个关纳度航空、欸、可是我没有开通国际漫游或是那些的，我的电话其实是没有用的，所以代表想说万一他跟我通知要怎么通知、啊、然后就是带这个不安，当天去 check in 的时候飞机没有事，就是很顺利的就是飞来这边。他就觉得说我也觉得自己还蛮有福分，就这趟旅程也许那被偷的钱就是换了些一路的那个旅程的平安。那像这个话就是这个就是火山，它有两个很靠近的喷发点，所以你看可以看到两个火山口一直有浓烟在喷发。那其实你到了，你搭车就大概也要搭1.5个小时货车的一个距离到这边的时候，你就可以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大家都是以这个火山为中心点，这样子就看到车很多观光客都要往这个火山的方向走。那这是我住的民宿，然后就是很简陋这样子。那一天的话大概2500的他们的货币，所以除以3就是台湾的货币，大概是1000左右。就是然后可是他们虽然是2500是一天的住宿费，可是他们的食物非常的贵，食物却都要那个1200这样子，所以一天住下来可能就是4000块台币吧这样。那你看那地上都是那个黑黑的土嘛，因为火山的关系这样子。然后呢我离开他们，我来的时候刚好有一群那个是爱沙尼亚人，他们离开，然后前天晚上我跟他们聊天，因为英文我很烂嘛，那想不到他们也不太好像不太知道怎么样回答，我就问他们how about volcano 怎样怎样，然后他们就也很好玩，他就是不太好像英文也不流利，毕竟不是母语的关系，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啊就开始比手画脚，然后就开始就是那个这样子，然后还这样子啵一声，然后我想说 OK， 然后眼睛瞪得大大的这样，然后想说他们对，然后就这样我就懂了这样子。
那很好玩的时候，他们就晚上的时候也没干嘛，然后他们竟然就他们就对着一盏灯在闷，我是觉得他们在发呆，然后我就就是怎么了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指一下，然后就看清楚那个灯，哦，原来灯旁边有一只壁虎，然后就他们在观察壁虎在觅食，就是因为一盏灯啊，就是很多小虫子在那围绕，毕竟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原始，对吧？然后呢，他们就在观察，然后就真的看到出来他在吃壁虎，动作真的是非常的迅速，就是那个就直接把那个飞虫给吃下去了。第一次在台湾都没有想说要观察壁虎，可是在这边就在观察这样子。然后这是他们，就是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说一声再见，所以他们也蛮厉害的，说他们在这个岛上已经待了五六天，然后计划就是计划四天这样子。他们说他们登了两次看这个活火山。好，那这是住的民宿啊，民宿的关系，所以说有一些比较鲜艳的装饰。那里面呢，其实也都很简单啊，就是床啊，然后很简单的镜子啊，就是这样。然后它的那个所有的浴室、洗澡都是公共的，所以你要过去外面。然后当然是没有热水，已经全都是冷水。然后那个水还夹杂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哦。这个是民宿里面的一个走道。那个走道的脚印是绿色的嘛？左右两边为什么是黑的呢？因为全都是火山灰。大概他们大概每两三个小时就要扫一次，所以这个量就是大概就是两三个小时的量，会一直这样降下来，降下来。然后说你在洗澡的时候，我原本洗澡的时候就是第一，因为我在这边住了两晚，刚开始没有留意，然后后来就是等到灯光好的时候，就是洗脸前然后看一下为什么水面一点一点黑黑的，我脑。恍然大悟，原来这都是火山灰，所以就是很简单的，就简单清洗。后来想说也不用洗太久，反正怎么洗的话还是跟火山作伴啊。好，那恐怖到就是说，那时候就是因为火山灰会一直飘，然后刚好说那我去的第一天刚好有碰到阴天，有时候会夹带一点就是下一点细雨，那你撑个伞，我只是去那边晃一圈回来，好像两个小时吧，然后这上面的全都是这个样子，我是觉得还蛮可怕。所谓黑雨，原来我第一见识到黑雨的那个威力了。好，那我第二天的时候呢，大概下午，它的行程大概都是下午三点多、四点多就要爬山去看火山，因为火山的观测时间大概是五点到七点，就是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去观测。然后它又不能太晚，他说晚上的时候也不知道。一是怕危险，二就是说他们真的会发现晚上的时候火山的那个活动是比白天还剧烈的，所以就是观测到七点多就要下山。那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像我一样用徒步的，然后当初想说为了省钱，可是你爬的当下你就说明明就有经费，为什么不花钱这样，就把它列进去就好了。可是那个钱真的差很多，台币我印象中。应该这样子单趟来回可能就要两三千台币的，那我又花钱，如果是自己走路的话，配一个向导，他们规定一定要有向导，大概就只要花350块台币，就是其实价差就已经快要10倍了，就是大概这样子，那就是走这样的火山灰道路去看火山，然后中途呢就看到他们的那个当地人，他们很好玩，他们是从前面这个。从算是树林里面就突然窜出来，怎么回事？还带一把刀、哦、原来他们的菜园都在那个里面这样子。其实就是在外面道路的旁边都很难做作物，毕竟都是火山灰直接下来，所以要到树林里面可能有遮蔽物，火山灰比较弄下来，在里面种植他们的一些尝试的东西。好，他们都你看都很厉害，就走这种道路都不穿鞋，然后有一个人穿夹脚拖。然后快到火山岛的上面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油桶，就是他们的观光噱头啊。他们那个会来那个收他们的明信片，然后寄来。那我那时候因为我先做好功课，所以我就有就专门去准备去在民宿就写好了明信片。然后这个呢是我在10月21号写好的，所以应该是22、23号寄出去的吧？我看一下。那我就简单分享一下我写的内容，是寄给我的父母亲。那我现在在万纳度的机场，准备要去火山岛、塔纳岛，计划在岛上住4天。我在万纳度已经两个星期了，我觉得这里比萨摩亚还穷困。虽然人民看到游客一样很开心，会绽放笑容，但总觉得这里的人缺乏了信心。
那这里比较可怜的是，他们三月的时候有一个强烈的台风关系，许多居民呢生活都变了样。像我上周在那个 Moona Island 的地方啊，遇到一户当地人家，妇人就说，自从台风过后啊，很多农作物都生不好，像香蕉还长不出来。那以前农田里面的香蕉啊、番茄啊、蔬菜啊、水果都非常的丰盛，那现在的选择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就那个早餐就只能吃 pancake， 就是那个牧师兼那个民宿主人准备的。那很难想象啊，湾纳杜曾经被评为世界最快乐的国家，这样子是很难想象的。那我就决定了，整理了一些衣服要送给那Moona 岛的岛屿上面的那个那户人家，希望可以帮上他们的忙。那我这个在这边的话，大概是可能就10月20多号寄出去的，后来呢等到我回国一个月后才收到，所以他们可能几个星期或者是才会收一次这样子。那很好玩，就是觉得有搭上，因为就是我看了一下走来走去的人，大概只有我真的有准备那个明信片这样子，因为很少人会想起来。那再来就是这个就是活火山的状况，那我一样有准备有拍摄影片，我们来看一下。所以我们就是从刚刚那个油桶的地方一直往上爬到这个火山口的周围的山顶，然后旁边就有那个围出来的步道，也可以这样子上去。那其实是刚看，当然边界现在是影片，那你刚刚看的时候是非常的靠近，就觉得好像万一有真的有厌世症的人，是不是往前跑一跑就可以跳进去的那种感觉，就可以变成凤凰之类的。很多欧美，最多是法国人，还蛮特别的。还是爬上去的话，5点多，现在还没暗。那我的手相机没办法符合网页景的拍照，就是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右边。晚上的时候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个红色的火光，就像那个烟花般那样子绽放。可是问题为什么我的手机没有办法那个弄得这么好，所以说就是只能拍5点多的，7点多的就是一团好红红的东西在黑暗中看得不是很清楚。那我就写了一首跟这个火山 Mount Yasur 介于山和海之间，昼夜捏揉形状实验，重塑剑的心脏，邦普雄烈的时间，飞剑的抛物线，有时是棱线层层堆叠，有时是无法重来的浪头，整个房间是烫的，会不会误及透明的灵幽灵？会不会温暖徘徊的风？阳明山还会苏醒过来吧？我深信，所有的火山都读过你伤心的脸，它像猫一样，趁世界还轻松，溜进另一座隐私密空间，介于山和海之间。介于预言与童话之间，介于海王星与冥王星之间，用尽所有期望压过怀疑，正如我和你之间。我在这边的一个体验，它就是两个火山口，所以有时候左边有时候右边的人喷发。 OK， 好，影片可以 OK 了。好，那我的分享呢大概也要进入到尾声。那其实还有很多故事，可是就是后续如果说有什么样的诗作写出来了，再后续跟大家分享。那我下面有列几个觉得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那大家可以猜猜看。那比方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两个国家你们会觉得哪一个地方
会知道真正知道台湾，知道我们的这个地点，觉得是萨摩亚的举手，觉得是万纳度的举手，好，其实差不多。那答案是萨摩亚，他们的人真知道，因为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就觉得他们的人民教育程度有比那个万纳度好，就是说他们，而且我觉得很多都是女生回答的出来，男生回答不出来，我就觉得很难奇怪，是不是女生就像台湾一样，通常好像一个班上成绩比较好的都是女生，所以他们那时候回答的就说哦，他们说他们的祖先呢是来自台湾，他说他们知道，那时候我就有吓到，他们都讲他们的祖先来自台湾，这些都讲出来了，对啊，那时候就是有考，就是说我们台湾的一些原住民啊，都是南岛语系的，对，所以说他们像纽西兰的毛利人啊、万纳度的这些民族，他们其实在血缘上或是语言上都有某种程度的相通这样子。后来我想到了，因为万纳度人他们人种呢是比较，我知道他人种是不一样的，因为有分什么波利尼西亚或是什么的这样，他刚好是区分的，可能是萨摩亚这一块跟台湾人是比较密切的，因为从肤色跟那个卷发。执法的部分就看得出来，其实两个国家人民差很多。那我就知道原来那个是不是真的有差。好，那第二个问题是说，在我在这两个国家的时候啊，也常有人看到一个亚洲人在那边活动，有时候大家会猜说你是，在我回答之前，他们会说，你是哪一国人啊？当然会有人觉得说我在萨摩亚的时候会常常被误认为哪一国人，有没有兴趣知道？就两个选择好了。还是三个，反正最常他们就是猜三个地方，韩国、日本跟中国。对，那在萨摩亚的时候呢，你们觉得他们会猜我是中国还是日韩？对，是日韩。所以我觉得萨摩亚人就去萨摩亚玩，觉得备受尊崇，然后觉得我是日国人、日本人，然后才开始在猜，还是韩国人？也当然有的人说，是中国人嘛，我就说，台湾这样子，那当然还是有些人会以为，就是常常出国，就是以为是泰国。不过他们很好玩，就是先猜日本。后来我在萨摩亚游玩自助的时候，发现也蛮多日本人会去萨摩亚玩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想知道。啊，可是你去万纳度的时候，你却发现不到什么日本人，所以他们也不会去猜，这也是很正常的。好，再来是，有一个国家会非常很热情哦，他们只要看到你是男生，然后问你啊，Do you have girlfriend? 我说 no. 他说，你要不要娶一个萨摩亚 girl 回去？然后我已经讲答案了，对，就是萨摩亚萨摩亚 girl。他们的，我是觉得萨摩亚的人民真的是非常有自信。像我刚刚在那个明信片有提到说，我觉得万纳度人真的是比较，虽然他们看到游客很开心，可是我觉得他们自信，或者是就是对于自己的那个身份认同、国家认同，或者是整个骄傲，不是骄傲，就是自信程度，其实萨摩亚人真的是。明显的描现出来，只要你搭公车，萨摩亚人会问你有没有需要帮忙，可是万纳度人比较不会，对，所以说，我觉得像如果说台湾的男生，如果说觉得也许本岛有些公主病太多的话，可以萨摩亚去，可以去娶萨摩亚人的这样子。好，那他们的异国同婚真的是非常的多，我在旅行的途中就有看到，就是那个萨摩亚的女生，她的老公是美国人啊，或者欧洲人啊等等。那最后一个国家，今天呢，最后一个问题，哪一个国家今天过生日，跟启东诗社一样在过生日？这样子，那我是今天那个，因为我跟那个他们两国的人有熟悉的都有加 FB， 然后我今天早上看的时候就哇，他们就开始看到好多那个相关讯息，他们是真的是以那个国家生日为骄傲，然后他们就有很多活动，他们会把。那个国旗的颜色就是画在自己的脸上，然后有一系列的足球，看他们参加足球活动啊，唱歌狂欢这样子。好，答案就是我身上这件衣服的国家，就是那个万纳度，这个是在万纳度的纪念品的商店里面买的这样子。好，那就谢谢大家今天来聆听我们三位的流浪诗作分享，谢谢。